哎，很开心今天呢，乐天女孩可以参与今天的宏基家庭日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是一首《球场的应援》，来加油吼！会跳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跳哦。这么喘啊，很喘很喘，喘一下喘一下 ，OK 吗？好，来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给这个乐天女孩掌声鼓励，耶！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再给我们乐天女孩热情掌声鼓励！谢谢 Yuri， 谢谢 Soso， 还有慧妮，谢谢！哇，真的是超有活力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！哦，真的是不容易耶，而且真的是好健康哦。对啊，而且感觉就是有一种热血的味，就是到球场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很热血，很奔放。但是呢，等一下呢，大家还有机会呢，跟这个乐天女孩们面对面哦。哦，待会儿是什么地方？几点钟？赶快告诉我们。晚上7点钟，在我们的树蛙广场，有30组的幸运朋友，哎呦，可以跟这个超人气的乐天女孩有个见面的活动哦。对。